今天带你们看看收废品到底有多挣钱。上门收废品，新哥开始清理战场了。先称一波，往外面拿。太忙了，妹妹也来帮忙。最后一遍梯，终于收好了，大包小包。米妮，走吧，满满一车，新哥把它摆好，我们就出发了。我们直接去卖吧。对呀、啊。这满满的一车，我们出了38块钱，看到底能卖多少钱？刚刚问了一家，竟言不收。我说这卖不掉吗？那去下一家问问吧。死也不收。对吧？我也不收这个。你看你那边有吗？妈就带着嘛，我准备卖。你看这个老板也不要，太难了。现在人家老板不要，大家一点一点抵触。三张了。老板娘一共是40块钱是吧？嗯。青哥，你看我们收来38块钱，卖40块钱，一下午的时间。最后把能除的都除了，卖了40。一下午挣了2块钱。我并不爱挣钱。那行，那这样起来心里还快活一点，走吧。我问你，骑马回来？我去买了点花甲，今天晚上我们就是摊下面条，然后收个花甲。今天都没怎么挣钱，这么奢侈啊？放点盐，放点油，把花甲吐一下。蒜末、姜片、小米辣、花椒。花甲差不多了，都粘开了，你看，拿锅里焯下水。姜去腥，放点料酒，把它烧开就行了。全部沾嘴了，要不要洗一下？放点花椒，拌一拌的蒜蓉，生姜，把花甲放进去，翻盖子，中大火烧，把它汤汁收干就行了。香味都飘出来了，已经好了。把另一半的蒜蓉倒进去，撒上葱花出锅，汤汁浇上去。来的，太丰盛了。喂，辛苦了。不辛苦。嗯，好香、哦。一点沙子都没有。开动了。